岛屿，被誉为国民书生，是很多人心中的男神，如今54岁，发福到认不出。说起琼瑶的作品，大家就很熟悉了，翻拍成电视剧的有很多，里面都会有一些苦情戏，让人看的就会不自觉地流下泪水。比较经典的作品有《还珠格格》，到如今都让人印象深刻呢。而在父母辈的记忆中，还有一部琼瑶剧也是很让人喜爱的，叫做《梅花三弄》，在当时可是很火热的。而第三部《鬼丈夫》中的男主是由李治熙饰演的，随着这部剧的大火，李治熙的人气也高涨起来，因为身上有一种儒雅的气质，被誉为是国民书生，而且长相帅气，当然了，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男神。李治熙出生于台湾，父亲是京剧名角李环春，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叫做李治奇，也是一名演员，只不过他内向儒雅，而李治熙则活泼好动。李治熙由于小时候在父亲的熏陶下对演戏产生了兴趣，在19岁的时候就出演了自己第一部作品《逐渐少年》，从而进入娱乐圈中，4年就担任电影《小霸道的天空》里面的男主，可想而知这魅力有多大了。之后出演的也是电影，在27岁的时候才开始出演电视剧，凭借《梅花三弄》第三部《鬼丈夫》而大火，于是把工作重心从电影转移到了电视剧上，凭借自己精湛的演技也有一番作为，在之后也出演了不少的作品，可是都没有大火起来，或许是没选好角色吧。在2013年出演了《蓬莱八贤》中清俊儒雅的八贤人物吕洞宾，把这个角色表演得淋漓尽致的，堪称完美了，也获得多方面的赞誉。不过在此之后就很少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了，时隔多年也慢慢被大家给遗忘了。不过在感情上是赢家了，娶了空姐季佩玲，婚后育有3个孩子，而且生活得很幸福。李治熙在空闲的时候就带着妻子还有孩子一起去旅行，既能放松心情，又能增进家庭之间的关系，也是很好的事情了。而且李治熙不抽烟不喝酒，还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，这样的男人相信是很多女孩子的偶像吧，这应该就是最美爱情的样子吧。如今的他已经54岁了，或许是生活太好了吧，这身材明显发福了，这跟当初的男神相差很大的，都快让人认不出来了，还是希望他能带来更多作品给大家。李治熙被誉为国民书生，是很多人心中的男神，如今54岁发福到认不出，你还能记得他吗？